一个美丽的小姑娘，有一对迷人的目睭，尤其是伊对他人真温柔，纯情的模样，暗算要甲伊来做朋友，心肝内又惊伊不接受，到底是要怎样来追求？我总是无主张。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，伊生做实在真优秀，尤其是伊行着路一定有青春的模样，决心要向着伊来追求，才知伊误会我真风流，叫我唔通胡思乱想，愈想是愈忧愁。